这条街就是哈布寨最旺的地方。最旺的纳西勒玛饮食街，纳西勒玛很好吃哦。鹿角饭好料。在这边吃啊，好料啊！拿西勒玛，好料的，生意回来喽！拿西勒玛吃到，好吃啊，弟，流口水了。这个拿西勒玛很出名的，很久了的，好多这边的，叫一点。肉好料啊，就是这一档的，那是个嘛，很好吃啊，不错。我们一站起来就满满人喽，那个烧肉好料哦。加纳呀，好热闹啊！这里，哈布寨的夜市，越晚越多人呐、啊，越晚越多人呐、啊。